待，绿水长流，后会有期。王一博的鞋还没到，上次我可以扒一点吗？扒，再扒。两位收工，谢谢，谢谢导演，谢谢导演，辛苦各位老师，谢谢导演。张，听博也来，听博也来。我词就举在这儿啊，你炫的是不是有点痒？你炫的是不是有点痒？你这刹车皮不要当天去当天回，啊，真的超累，酷。
酷，一点都不酷，很酷，一点都超级酷。赶紧叫出两个头发投到你的面前。不高兴。好，来，天天说，小孩子不可以这样说话的，知道吗？他骂我，哪有骂？手语骂我。哎，这样是这样是。今天把我变成第二个香。好，来吧。香什么？不会的，我要哭。我为什么不会？因为你不会啊。我也很脆弱，好不好？你哪脆弱？你九一年脆弱什么？帅宝贝儿，好，都看一下婆婆的视线啊。小宝，你是直接给一包的是吧？我也想给一个书，我也想给聂导合影。你们把你们的假睫毛去。我的童年可能都是跟聂导合影。我下面啊 ，OK。真是妈的哟！不错啊，再选一个小心。好了，全拿来，全拿过来，先走。吃不了辣的，好哇，就明显你的脸。马正也是啊，七千年也他他完全不吃辣，完全不吃辣，开玩笑。酒都咸辣啊，白酒都咸辣。哇，王一博，你这脸小到是一个三角形哎，注意了，给我条活路好不好？为什么你要站那么高？好，站站站站站走这边的嘛。嗯。他走走走走走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！没想到啊！怀上兄已经当上了聂氏家主，而且还得了一问三不知这个雅号。你想回天下的小姑娘？不是，真的不是。我们要往前一直往前走。对对对。这个狗才挺可能。好。大哥，上起来，坐起来，这不就是如此适应的，不明不白的就死了呢？我操，这么厉害，太厉害了，这连打。那你没有听见？啊，没有，哦，没有亲亲眼见，没有亲见。我没有亲见，只是走火入魔，当众报仇。哇哇哇哇哇！
没有骨灰，没有骨灰。你别看我啊！你为什么看我？要问我为什么啊？啊，就走了。哎，辣椒啊！啊！冷静冷静，好好，我跟你说还不行吗？啊，那个，停下来。我幼年流落在外，一心藏在恶犬嘴，经常在恶犬嘴里夺食，吃了不少亏。后来被江叔叔接回莲花屋，还逼着江城送走他那什么菲菲小爱啊。现在经营也果然就心就直了，怪不得他跟江叔叔一样。好，事情说到最后可能还是有点小感触。走吧，我们走吧。你的嘴好痒。你也是好痒。那是吃完东西没擦嘴，还是涂了唇膏？我是吃完东西没擦嘴。擦出来了，嘴角边还有红色。是的。好，欣赏在走的时候，哇哇哇，这个叫的厉害了。然后直接躲在后面了。然后可能辣椒他想磨了，往看往旁边躲的那种。我冷静，你走吧。我啊！真的没听错，真的没听错，这个那个姐，这我们一点都不知道。放在远处，别躲。先躲再说了，他在哪？在哪里？跟那个狗在一起的那只，前面黑棕灵犬。哦，就说灵犬，灵犬啊，金灵那只灵犬。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对。这个叫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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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去看看吧。可能是犹豫一下。韩冠军，你动啊！动一下，你不动我怎么动啊？我要先走一个吧。啊。我先看一下。哎，韩冠军，你别，应该不动吧？你不动啊？你不动啊？好好。韩冠军，你动啊！你不动我怎么动啊？开始抓眼了。好，我们连位置走一下。好，冲一走。OK。好，哎，无敌的地方是吧？不要这样。啊，走几步才开口。好，站在那里够了，站在那里够了。好，站在再浅一点，稍微浅一点吧。对，一博别过那个树枝了。把那个头也够着噻。嗯。好，来试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啊，多走几步啊！啊，没想到啊，白三兄已经当上了聂氏家主，还得了一问三不知的水平。叶兄，你看我的香囊，嚣不嚣张？我只能说做了三天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赤峰尊如此神勇，怎么会突然就不明不白死了？我也没有亲见，也只是走火入魔，当众暴杀。Go！我赢，没有。嗯，啊，你没看我啊？你为什么？不要问我为什么、啊。不那就是走了。没有为什么，不问那就走呗。啊啊。对。往前一动，追上。啊，冷静冷静，我跟你说还不行吗？我幼年时常流落在我幼年流落在外，常在恶犬嘴里夺食，然后被江叔叔好在被江叔叔接回了莲花屋，还逼得江城送走了他的什么菲菲小爱，现在连精灵也，他们俩不愧是亲侄俩，跟江城一样，就是那么痛。新旧的那外向是吧？旧上对，旧上两，不是新旧，那是新旧是旧上，
新旧生脸，新旧生脸，新旧生脸，对，新旧生脸，新旧生脸。怪不得跟江省一样，不怎么红。走吧，应该。这会儿不会听错吧？站在远处，并站在远处，你躲什么？站在远处，你躲。哎，不管，先躲再说。他在哪？他在哪？是金龙的这边去。啊，是今天的什么？临阵狂叫，一定临阵狂叫，一定遇到了什么？一定遇到了什么事？啊啊，那，韩国军，你动啊！你不动我怎么动啊？这个改一下，这个不能说庆祝声，果然是庆外甥，果然是一家人。哎，也是，对，那你好了，现在就哎，不愧是一庆祝声不好，果然是一家人啊，怪不得跟江城一样，都这么恨我。好 ，OK， 那就在那位置上抓紧一下，你看怎么的，就是拽啊，拽着的时候，对，我会拽他的，对。黄光军，你动啊！你不动我怎么动啊？对，抓紧一下，动的。你先放开。好，再低走一下吧。好。不明不白就死了，明显不像。把那个树枝也撅掉，起伏可能还得稍微再厚一点。